教坏被偷了，为什么？看这个傻子，他为什么睡着了？因为他没有教会。如果他有了他的教会，他就不会睡着。让我向您介绍我们的公司。只要你穿着这个尖坏尖裤，就不会掉下来。你们好，我叫 Colton， 我失去了教会，但是三个月都没找到他，但是多快乐。Ankle monitor， 我的教会已经三年没有丢失了，每年太多的美国人丢了他们的教会。我们创新改进的教会监护仪非常适合你，我们将确保您的教会不会被盗。一旦你穿了这个尖坏尖裤，就不会掉下来。现在你跑着步、坐着路，还是睡着睡，都不会丢失你的教会。把它作为礼物送对你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你在乎。Jerry是非常的认可的这个 Ankle Monitor。如果您在十分钟之内就打11折，立即购买 Ankle Monitor。